他们，我刚刚在河下面看到他。我们会不会一颗炸弹就把自己全部人炸死了呢？我也很怕，有可能哦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很多箭矢，你们要拿吗？有东西十秒后会爆炸，谁的十秒后会爆炸？谁快跑！先离开，先离开，先离开，先离开箱子，离开箱子。啊！我摔倒了，我八七。十秒好久、哦。哎、欸，应该过了吧？没了吧？好啊，那靠近吧。下来了。突然蹦了一下。好、啊，可以可以。没有、啊、没有。靠近蹦，推未爆弹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当天眼病啊。还有蜂蜜，蜂蜜香。嗯，这里放一个。哇，我的箱子会不会卡在上面？不会，好。你不要抬头先看、欸，天，好好玩、喔、先看一下地理位置。对，没有他小心。哎呦，钻石喽！哎呦，我有铁裤裤啦！我偷也不知道谁的裤子偷走。先酿造台，酿造组吗？哎、欸，这次有同队伤害吗？有有有，他有开。为什么还多一个那个空投？有人没拿吗？就随便开吧。没有没拿、哦，没有我刚只丢了一个，然后被拿走了。没有啊。十六个哎、欸，有十六个哎、欸，十六 个。我以为那个十六个是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开场送的，开场送的，开场送 VIP。啊，要丢这个好麻烦啊！嗯，哎呦，这里，哎，我好怕卡在树上哦。所以要有会爆的空投，有会爆的空投两个哦，注意哦。我的天哪！我马上跑掉了哎、欸！又一个会爆的空投、哦，不知道是哪谁的哦。我的又是我的！我怎么太近了？我已经走这么远嘞、欸，还被炸到了，不炸半颗。真相这里边走到去送了。哎、欸，我这里好多箭矢哦，繁星需要会。我死了，他在天上了，我死了，他天上看着你啊！我死了，我有捡到，我有捡到繁星的那个。礼物吗？我死了。那个叫什么？结晶。结晶。繁星，我这里有。我死了。上天了，我死了，天上了，我打字。我知道你死了啦。味道是怪蛋哎、欸！我死了。那我要在繁星的墓地里丢空投箱。谁？露米，露米。哎呦，十秒的，十秒的，十秒的，喵哈，你的机会很高，快跑！我机会超高，一定是我丢出来了。真假的是你啊！我的在天空上，尴尬了。是箭矢、欸。完了，在树上。卡在树上，尴尬。露米箱子里面有一个裤子，你穿一下。好。哎，我这里很多箭矢。我也太衰了吧！我两个，我丢了三个都没有东西哦。有啦，一个毒蜘蛛，一个箭矢，然后箭矢好像把毒蜘蛛插死了。哎，没有，这么刚好。那毒蜘蛛好像还有，还在，毒蜘蛛在那个离门近。听到毒蜘蛛的声音。有，那音乐不要动哦。好，你的前方，你的前方，你的前方。我的前方，中间箱那边吗？那个青苔石隔壁。哦，他在下面啊。他爬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巧克力那边好像也爆了、欸，好像巧克力那边在爆的、欸，我去看一下。听起来很可怕。我去关心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有空投箱丢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、啊。是巧克力他们。树上吗？我也有。这个铁力。哎、欸，巧克力他们这边空投好棒，好宽哦、喔哎。我看到毒蜘蛛了。你看，可以把它补起来，因为白天看不到，它白天是黑莓。好。或者是。Yeah. 你要都补好，因为它是两个，一个高，一个高，一个宽哦。啊啊！我卡在上面，这个洞也太大了。你眼睛也太大了吧？好痛啊！嗯，肌肉，我们是胸肌还在爬、欸，其他就算了。哎、欸，蜘蛛人，你后面呢、啊？看你后面转圈圈呢、欸。哦，看到了啊！眼睛，你眼睛真的是很……哎、欸，为什么看到 ID？现在看不到啊，是自己人啊，自己人啊，自己人。不是吧？那是布布吧？布布，波波啦。哦，还是你在等布布是谁？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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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一下，你看哪里？谁是布布？
波波是我朋友。然后你刚刚哪边看到波波？没有啊，那个是那个允月戴那个啦，戴那个帽帽，海龟帽。哦。我想说，我看绿色的一颗头，吓死我了。你在找蜘蛛吗？对啊，我找不到它，算了。牛，哎呦，附魔套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只蜘蛛一直在自摔。哎呦，它在，它好离我好近哦，还是那是新的蜘蛛？新的蜘蛛啊，有人召唤毒蜘蛛，不知道谁的。好吧，好像是我的。那应该。你小心哦。白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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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天。可他追我，他追着我哎、欸。欸哎、欸，追毒蜘蛛，因为太暗了吗？我没打他，我没打他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还哎、欸、没了啊！太远了，太远了，他不追了。跑够远了，跑够远了。哎、欸，要下山咯。好，好。我这里真的很难招空投哎、欸，我觉得超看头上。哎、欸，有啦有啦，因为左后右后方右后方，右后方的天空看一下。哦哦，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那里可以。8.6箱。嗯、啊，还有一个。铁锭我也拿一下、哦。好、oh, 好，我把一只毒蜘蛛困好了。这里。哇，你哪有多那么多土啊？就你炸住。哪是我炸也没这么多土吧？哎、欸，这么多组哎、欸。真的很多土、哦。真的就是六组哎、欸，六组土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是想要有没有人缺裤子，还是缺胸甲的？没有裤子有多的。让他剩胸甲。胸甲。我剩胸甲，给我好，谢谢。地上。看其他队伍。好。好。哦，团团拿到了，不知道什么像附魔西瓜片。叫哈密瓜哦，哈密瓜是这个哦。嗯。团团你要吃哈密瓜。哦那个你要不要吃蜜龟？第一次看到、欸，风暴弹。雨月，你要那个吗？剑石吗？这里很多剑石。剑石哦，还好，我也没有攻啊，我有线而已。我也只有线而已。我想先做个合成台。好、哦，这三个没事。然后。你要酿造的东西吗？酿造，你还有炼干吗？这边这箱。哦，这整个有酿造台的，这个更好。精力哦，这是恢复的哎，恢复酿造箱。有，原来有分哦，我们刚刚都拿到一样。哦，有啊。这都拿到一样。有的是什么？有毒蜘那个啊，什么蘑菇加什么鬼的啊？还有是精力加什么鬼的啊？嗯、哦，这都是剑矢箱、欸。要天黑了吗？有哎、欸。不、嗯。要准备下楼喽、嗯。水箱，我开到水箱。还有两分钟。好，我还有两箱，看一下，都是烂东西。先多挖点木头，等一下下面才够用。啊，对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快速场嘛？十分钟就开始缩圈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对。那就不用下去了、啊。我有人被炸飞了，又被炸，他又被炸飞了。我才刚离开那边的画面，可恶！可以早点死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洞拿一点刚刚的泥土好了。哥，拿好多泥土，拿这样可以垫脚石。等一下，这箱子拆掉，拆掉。有钻石哎、欸，两颗而已。爆掉，爆掉！这里一、二、三，走喽！我们要往哪移动？哎、欸，安全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卢米，你离他那么近，躲着走，躲着走，躲着走。还打我，打我，还打我！我被那个，赶快打他，赶快打他！啊！哇！我也中毒了！哇！哇！卢米，等一下！啊！我尿恢复，尿恢复，尿恢复！不是他想射你，他想射你！哦，对，笑死！但我很怕拿到毒的射你，很可怕。小力一点哦，不要急到满哦。
几秒我就直接升天给你看喽。喵不是啊，你不用蓄到满啊，快点，零点五秒就好，拉一下，就拉一下，就放，马上放掉就好了。很可怕啊！你射到自己哦，可以。好，我亮个，那照个，亮照个。我还有好多空投箱，可是这个位置实在好难瞧。喵哈，太暗，你往前走，往前。哎、欸，不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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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这边，这边很空啊。好，可是这边离他们很近哎、欸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、喔。就我怕出毒蜘蛛炸弹之类的，后退哦、喔、退哦、喔，我投了三个空投箱。不是啦，你可以再前进一点点呀。我笑。好、哦，你射出去了，对，箭矢留着，我酿药水，酿药水，箭矢留着。刚不是丢三个吗？有一个空包袋、啊，有一个弄到工作台。啊，你的跑到上面去了啦。哈，上面算了，不理解。箭矢箱。哎呀，一，一什么？我不知道、啊，他不小心按到的。吐司打一。我一下、哦，哈基想酿力量药水，李彦芬。哦，有胡萝卜吗？好像没有哦。No, 想要隐形？爆炸十秒。对，隐形可会发光啊！啊，对，最后会发光哦。对啊。嗯。下雨。嗯、啊，露米，喝。有东西可以喝了，赶快喝，好喝的，好喝的，哦，这么好喝，也太好喝。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再继续弄空。再，露米再喝一瓶，再喝一瓶。你不留吗？我还可以酿啊，还有啊。好，再喝一瓶，喝下去。喝。爆炸，注意哦，有没有丢？要不要小心哦，旁边的。团团他们的。没有，没事。可怕。空包蛋。因为他你在那个吗？做空投吗？团团差点死掉了。啊，我手上还有哎、欸。嗯，对，还那么多。那我先把箱子砍一砍，我缺箱子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四个人在峭壁边边丢空投，所以很刺激。哦，对，你越啊！我被毒了。我又把 T Q 掉了。不怕，我们可以喝东西，可以喝东西，不要怕。你还活得下去吗？要帮你先射一箭吗？可以啊，不会毒到死啊。不会毒死，不用怕。等一下，我这一批酿完之后，喵哈先喝一些。好。巧克力好像用石镐挖金砖，你说刚刚吗？可是金也没啥用啊，因为这张地图不会有苹果啊。有啊，可以。刚刚有送箱子里有啊。对，有这巧克力吧？糯米苦力吧？糯米苦力吧？举盾啊！举盾啊！你啊什么？我没有盾啊！你还没有做盾？我还没有盾。为什么他不看喵哈？明明是喵哈打他。我不知道，他不是有打到吗？没有，没有打到。哎，僵尸哦，僵尸慢慢，僵尸，僵尸都来了，糯米，快点到下去嘞！好烦哦，怎么都是你？哎，三只哦。坐船啊，可以坐船啊。好，喵先去喝，先去喝。好，你放在这里吗？哪里？这里。这个。先喝。喝完了瓶子还我。好。哦，我等一下，我先给你，我有两个空的。好，坐，金苹果。哇。欸，不够，金锭不够。金锭我这边有，我这里只有三颗。啊，对，我刚刚有看到两颗钻石，你们有钻石吗？要不要集中？我有两颗，把它集中在这箱里哦。好，我这是中间呐、啊。就电，对，电音。是只有喵哈有吧？对啊。哇，刚有电一下。哦，音浪太强。对耶，这我们很忠心耶。只有你。啊，我的鸡也在树上。我决定先酿一个力量药水，应该是没什么好东西。空包蛋吧。算了哦，箭矢做就好了。你箭矢想算了。不是，那个鸡叫出来是变成一个箭矢的样子。
哎，团团他们那里受伤，我去关心一下。好，对，露露，哟，这个，去做盾牌，去做盾牌。耶！哇，他们是边跳边丢治疗药水下来，好。哦，他们被怪物围了！哎，看 tap 哇，好精彩！他们是要被怪物灭了哎！啊，哇！哎，你怎么？箱子，我小橘的箱子刚好点到。哇哇！没事，哎，没事，我可以喝。我这里有很多的箭矢。不用，我用喝的。然后力量药水一人一瓶，好。好。你都没有狗，红队被灭了两个，哇，好刺激哦！8.6箱，谁还没拿力量？你是放哪里啊？酿造台，酿造台，哦，酿造台，拿。然后你们有没有石头什么的可以让我做工具？我有，丢箱子给你。因为我做了，你一定不拿。团团的盾盖，哎呀。这里斧头，然后我们这也是边界了哦，哦，团团是被巧克力他们射啦，巧克力他们是叠空桥的，好猛，可以把他们射下来，其实移动吗？移动了，我还这个东西，算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谁能帮我？团团！哦，收好快哦！完全逃不了哎。等一下，我被困住了，再见了。啊！我们是被边界卡死的吗？我是被河豚毒到的。我也是。哦，可以，刚那个毒是河豚毒，是不是？河豚先毒，然后再是边界。好，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河豚呢？团团放的吧。啊，真假的？他刚有过来啊，完全没看到，因为刚没发光，我也不好看啊，看不到，等他们上来就知道了。嗯，上去吧，好算计，我们不用动，我们不用动，嗯，完蛋了，整个死的不明不白啊，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啊？Hello， 看来你们也有跟我们有人一样被边界荼毒了。不是，我刚完全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河豚水，然后之后就逃不了边界了。哦，没有啦，是我啦。因为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是不是跟我们逃不了边界？哦，河豚水，那是我。不是啦，因为我应该逃怪物，然后找不到中心点，然后看到你们在那啊，我想说啊，我也死定了，我就去弄你。你那个真的有厉害到，因为我们在还在想，怎么回事，会有中毒吗？是那个蜘蛛吗？毒蜘蛛就啊，边界来了，还在来不及。团团，你有隐形吗？我没看到你。我没有隐形啊！我没有隐形，没有看到你。但我刚刚也没看到雨月，隐形，你隐形药水哦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说我没有隐形啊。所以是显示 bug 没看到人啊？显示 bug 吗？显示 bug 没看到，因为我没看到你啊。可是我没看到，我刚我看，可是我看到一个喵哈哎。我们就看 VCR， 要看 VCR， 因为我刚刚的角度非常，因为巨大化也都很卡。嗯，我刚刚也是有看到雨月，你们有啊？有，完全没办法沟通。哎，王正人，有的人走。哎，不过我觉得这个炸弹会不会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被炸死，有人被炸死吗？吐司。我啊，我被炸死。有被炸死吗？吐司。被炸死。那个是锁定型炸弹。你把人之后都跑超远。真的，我一开始就只有中啊，我放了7颗，然后就一个是炸弹，然后把我其他的7都炸了。我没有放空投，我刚刚从就是刚从洞窟走上来，我就不知道莫名其妙我就被炸死了。问队友了，要问队友了，这个要看 VCR， 没有，这是你的运气了，这是你在下面，我们都在上面，那是你那边炸掉，不是我们。
不是啦，用我，哎、欸，他刚超高分贝这样，这样。有可能是酱油哦，酱油。哦，酱油。酱油。哦。哎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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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点，好卡，好卡，好卡。游戏关掉，游戏关掉，游戏关掉。嘎嘎嘎嘎。爆炸！现在是我们飞去的地方都会有那个嘛，都会消。都清掉了，我只打一次而已。哦哦哦，好。哦。超可怕。嗯。这次的空投好不一样啊。不是都一样啊，根本就是在玩酿造啊，都在玩酿造的，对，都是酿造水。哇，现在是可能都没酿了，不一样了。对啊，我又爆炸哦！来了，爆炸！我操，那边才爆炸，十哦，爆炸！他有十秒掉下啊！前提矿车哦，然后就看到那个鸡，感觉很安全，然后过去就被炸了。他的机制是怎样？我以为他是就是掉下来机会，就是鸡同时会爆炸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就是离远一点。对了，他是鸡掉地板上的时候说你现在头上会有爆炸，十秒之后才爆。对，站到地面上之后十秒才会爆。我以为是就是跟着机下来就爆炸，没有，哪有十秒安全？有十秒的，哪有十秒？没有那么久吧，两秒吧，没有两秒，空投十秒后落地，爆炸四个吗？对啊，天梯空投，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是一只鸡，是一只鸡下来就爆了，应该是你用了之后没有了，不是，是鸡下去之后到地板上之后过十秒。过一段时间才会有 TNT 矿车下来，它空气，它会变成空气。没有哎，不是爆掉，你说要爆炸？可是有到十秒吗？完全完全，那个作者到时候会在各个人的频道下面去留言跟大家讲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我也觉得没有。十秒是很快的，两秒三秒就爆了，就差不多吧，没有到十秒这么长啦。有可能是你右键出去，它就是十秒来计算，有可能。有可能这样子好坏哦，有可能超坏的。你看到远一点就对了，多远一点。看到箱子的时候，可能剩下三秒、四秒吧。真的，四秒一啦。对啊，对，看到箱子的时候就四秒。无辜。所以你就想右键，它讯息一出来，可能就十秒了。对，它落地之后四五秒了。嗯，所以丢的时候就要先跑了，跳出那个讯息就赶快撤离那个箱子附近。闪电击中，毒蜘蛛。没有到死。辛苦啦，休息休息啦。小心爆炸！要爆炸哦，两个。休息。休息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到这边啦。哇，死了好莫名其妙，都没玩到，气死！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感谢您收看啦。因为待会要录影，所以今天只开到现在。嘿，啊，明天下午再来继续玩，我们再去弄那个少界塔。好啦，那就今天先开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咯，早点休息哦。拜啦，拜啦，拜啦。打啥？最近手长，一打中文号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哦，拜拜。